提问二，请问甲状腺结节可以温敷脖子吗？具体应该怎么操作才可以治好？台中团队回答，甲状腺结节是检查出来的异常形态，原始点要处理的是症状，若无体力虚弱状况，对症的不适感或功能紊乱，应先按推相对应的原始点，有痛点温敷之，温敷可以使用姜粉泥、暖暖包、红豆袋、电毯、晒太阳等，若按推无法立即改善，应就近在患处结节周围找出各个压痛点按推，患处周围亦可以姜粉泥涂抹，然后配合按推，以提升局部的自愈力、修复力，辅以温敷患处，请老师补充说明。这个回答也是很到位啊，应该是如果再简短一点的回答就是啊，那个脖子是由枕骨下缘管的嘛啊，那我们枕骨下缘还有颈椎啊，这里大开关啊，一定要按推，然后找出痛点来，那按推它没有办法立即改善，才能在结节周围啊，患处周围找出压痛点，再加强按推，那这个按推还可以配合姜粉泥啊，这个志工都有提到，那大概我就补充到这样。